拜拜。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咧就今日7月23日，啊，我哋中耀華香港研究所，今日咧係我哋即係另一次我哋香港人計劃嘅即係調查嘅發佈會同埋小型研討會啊，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個主題咧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咧我就會講講我哋一路都做緊嗰個限期指數啦啊呢件嘢嚇，咁第二部分咧就住嗰個我哋大家知道我同 NGO 啊關注團體合作咧做一啲社會政策相關的討論和研究啊，咁跟住咧就要小型討會形式，希望咧引起公眾嘅事件嘅關注啊。今日咧我哋就講劏房租務管制呢個問題，大家知道啦，因為政府個工作委員會出咗報告書啦，咁跟住咧政府最後咧就喺今個月初咧公布咗會就劏房嗰個管制咧就租務管制咧就進行立法嘅，咁法案都交俾立法會啦啊。咁好有趣咧，我哋見到就即係政府7月6日公布完咗立法嗰個草案之後咧，就媒介似乎對個問題興趣唔好大喎。咁其實呢個問題都大問題嚟噶，連夏寶龍都講啦，係嘛冇劏房啊，燒劏房啊嘛。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媒體嘅關注度唔好大，咁所以我咧都覺得即係我都唔理，即係媒體有興趣啦。呢個都係個大問題，因為咧涉及影響住起碼我哋叫20多萬人啦咁同埋咧，就一旦立法之後咧，就可能有幾年時間，乜都唔使做噶啦，可能會嚇。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問題都重要嘅。所以今日咧就會繼續同即係我哋以往合作夥伴啦，就係全港關注即係劏房嗰個平台，咁咧就合作做呢個咁嘅調查啊，利用我哋嘅義工群組。咁咧，我哋過往咧已經同佢合作過一次，亦都另一次咧同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咧，就都合作過一次噶啦。咁所以今日咧，你都請埋關注基層聯席嘅代表咧，上嚟一齊傾下咁樣嚇。咁我哋今日咧就隻嘅發佈會咧，會繼續都係用 Facebook Live 啦、YouTube 同 Zoom 直播咁，所以媒介未必要關注都好啦。就希望咧喺網上可以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到啦。我知道咧，而家有媒體大幾元向中國咧係會直播我哋嘅發佈會嘅，同埋咧我哋都已經有一個所謂香港民意個所謂佢嘅話嘅傳媒群組啊，咁所以大家只要透過 WhatsApp 6641-2363啦，咁就可以聯絡我哋啦，係取得呢個群組嘅邀請連結。咁所有平衡群組咧，目前有超過200個成員㗎啦，已經。咁加入咗之後，就可以同樣喺網上咧參與我哋嘅研討會同埋呢個發佈會嘅討論嘅啊。如果提出你有問題，咁我哋今日咧都一樣啦，就我哋一間喺公務員數據，我哋啲嘉賓講完之後啦，我哋係會歡迎網上嘅媒體，以至其他媒體啦，或者網上嘅觀眾啦，係即係提出你問題，提出你意見，我哋會盡快即時會嘗試會回應你嘅嚇。咁我首先介紹今日即係我哋個嘉賓先啦。咁首先咧就我哋同傳統關注香港平台合作啦嚇。咁都上嚟一次㗎啦，已經嚇。咁呢個平台咧過去幾年啦，都一直關注住劏房嘅問題啦，同嗰啲基層住屋一齊啦嚇。咁咧就今次咧，我亦都會一樣啦，會有兩位代表上到嚟咧，就一間會喺研討會同我分享嘅。一位咧就係鄧寶山先生啊，鄧寶山咧就都好活躍喺呢個問題上面啊。咁咧就佢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召集人啦，本身嚟自社工啦，多年從事政策倡議嘅工作啦，長期關注基層住屋同貧窮議題。咁大家知道呢個議題係即係劏房立法出咗嚟之後啦，社聯啦，都出過一啲聲明㗎嚇，咁啊鄧寶山你又講咗應該係三。咁第二位咧亦都係全港關注康平台嘅社區組織幹事，就係金文樂先生嚇，已經上過嚟一次啦嚇，應該多謝你再嚟啦嚇。咁而家係平台嘅組織幹事啦，亦都係註冊社工啦，同時支援康房户嘅服務嘅嚇。咁我哋今日咧又請咗另一位咧，就係大家知道啦，就係同我合作過嘅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嘅代表。雖然當時冇合作夥伴啊，但我哋合作過，咁所以今次都請佢哋上一齊傾下嚇。咁咧，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咧，喺2010年已經成立噶啦，由多個區嘅唔同民間團體同街坊組織組成嘅。
組嗰啲區咧，包括咗土瓜灣啦、太子啦、新埔大、最後一排中屯、油麻地等等啊，一直咧都致力推動由下至上嘅參與，捍衞基層市民嘅住屋權利嘅嚇。咁佢哋今日派出嘅代表咧，亦都嚟咗次啦嚇，阿鍾慧蓮小姐啊。咁啊，倡議及你估睇佢年輕輕啊，咁倡議及組織工作者咧，參與社區工作咧已經六年噶啦嚇，睇唔出啊。咁咧就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嘅成員啦。佢深信咧住屋問題咧，從郊野啊、海洋啦、並非對立嘅土地分配不公咧，先係問題所在啊。咁就呢、這個就係我哋第二部分啦。第一部分咧就關於個全港嗰、那個即係我哋個限聚指數啦。今日咧就冇團隊嘉賓上到嚟，但係我哋會請個張同輝博士啦，喺網上做個回應嘅嚇。咁張博士咧，大家都亦都見過佢噶啦，應該嚇。咁佢係教育界人士啦，而家係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嘅發言人同埋主席人。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咧，由多個不同嘅界別同埋前輩都組成嘅，一路關注疫後嘅經濟復常指數嚇。咁就我交俾阿 Edward， 我哋同事講今日嘅第一部分數據之後，先講講頭先講嘅嗰個我哋嗰個我們香港計劃嗰個平台嗰個今次嘅主題先啦嚇。個背景咧先講，我諗我已經做過兩次噶啦嚇。咁就即係大家知道政府有個委員會就住劏房嘅問題咧，就個租管咧進行咗一個都唔時間唔短嘅研究，可以搞成兩年咁滯差唔多啊。咁終於咧出咗嗰本書，咁有啲建議嘅建議書出嚟之後，大家討論討論啦。咁我哋做過兩 round 嘅調查。咁到今個月初4月6日咧，咁啊運房局局長陳凡咧就召開咗記者會，咁宣布咧政府會做立法工作。咁立法咧就個法案草案已經交俾立法會噶啦。咁、那個草案內容就比較簡單嘅，我個人覺得嚇，因為涉及嘅問題都比較都大路嘅嘢啦。咁啊，譬如話即係一定要簽租約啦，以前就唔一定規定啦嚇。第二咧就有一個所謂2+2嘅租住權保障啦，即係住完兩年可以有兩年嘅必然嘅續租期啦嚇。咁呢個期間咧就租客可以喺一年之後就可以一個月通知嘅形式咧就終止租約嘅，但業主就唔得嘅嚇。咁就限制咗業主嗰個彈性嘅香港啦，但係你都保障咗住客嗰個租住權。其實租住權保障嘅概念咧喺2004年之前咧香港一路都有嘅，只不過2004年政府修改咗一個業主及租客綜合條例之後咧，就取消咗呢個租住權保障啦嚇。咁而家咧即係話唔係全港性恢復，而喺只喺劏房裏邊恢復嚇。咁呢個第一個重點嘅立法內容啦。第二個重點嘅內容咧就係即係佢規定佢唔可以濫收呢個租金啊啲嘢啦嚇。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即係劏房以往嘅收租啊、加租啊、電費啊、其他費用嗰度咧就比較亂龍嘅嚇。咁呢次咧就規定咗佢，即係一定要即係唔可以濫收啦嚇。加租咧有個上限添㗎，呢個第三方仲要建議加租上限咧，就係加租咧就唔可以超過15%。其實呢種咁嘅即係所謂呢種形式嘅租金管制啦，喺1998年之前都有嘅，亦都喺1998年修改咗條例之後先至取消嘅啫嚇。咁呢次都有啦，唔係全港性恢復，但係喺劏房咧就恢復啦嚇。咁所以咧就我哋或者喺針對劏房問題上面啦，政府走緊一條源頭路㗎嚇，將一啲1998年取消咗嘅加租上限，或者話2004年取消咗嘅租住權保障啦，都喺劏房呢個範疇裏面恢復翻嘅。不然個問題就正如陳凡佢喺研討會都講，喺發記者會都講，問題就係點定義呢個劏房啦嚇。咁啊又話希望唔好發布錯誤信息啦嚇。咁之後咧，大家知道即係唔同嘅組織都有發布咗一啲佢哋嘅聲明嘅。咁啊，有啲業主組織就話，寧願賣咗間屋佢都唔會接受啦嚇。咁社聯就話，其實呢個喺一路以嚟倡議緊，亦都唔係淨係社聯，好多機構都倡議緊嘅。呢個有個起始租金問題上面啦，似乎民間組織嘅反應咧比較軟嘅，都係希望有呢個起始租金啦。咁咧就，但係點都好啦，今次政府就唔處理呢個問題啦嚇。咁呢個大致上而家嗰個即係進展係咁樣嚇。咁一陣間咧就我哋會喺第二部分發布數據之後，再俾幾位再同討論啦。咁我將個時間咧先交俾一位，就講講今日我哋第一部分限聚指數嗰部分先，好嘛？唔該曬。好，大家好。今日咧會有兩部分啦，先講講第一部分咧就係我哋限聚指數嘅調查最新結果啦。然後咧就係第二部分咧我哋嘅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今次咧關於劏房管制嘅一個條例咧嘅一啲嘅意見提供。咁啊，先睇第一部分咧就係我哋嘅限聚指數啦。限聚指數調查系列咧，係我哋研究所咧喺今年4月開展嘅一個新嘅調查系列啦。
今次的調查咧係七月份的基準調查啦。我哋調查期咧就七月十六號啦，到二十一號進行啦。以電郵咧接觸我哋嘅意見群組成員啦，請佢哋兩個網上完成調查啦。組成股樣本數目咧5636人啦，回應比率咧6%啦。亦都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全港人口年齡性別分布、區議會人口數字、區議會選舉結果，以及咧常規調查當中咧特首評分分布數字咧，就以反覆多重加權範圍進行調整啦。咁限聚指數嘅調查咧，一共有三條意見題目啦。先講第一條啦，第一條問題咧係問市民啦，你認為香港咧應否無條件全面撤銷限聚令啦？選項方面咧可以揀選應該無條件撤銷啦，又或者咧係應該視乎疫情而定啦。咁選擇咧應該視乎疫情而定嘅受訪者咧，我哋跟進咧就問佢兩條題目啦。其中一個咧就係問佢你認為咧每日新增確診個案數字咧應該係幾多啦，先至適合咧將限聚令咧係定喺兩人啦、四人啦、八人啦或者12人，以及咧係請佢提出佢認為適合嘅個案數字與限聚人數嘅一啲組合。最後咧，我哋都問受訪者啦，你認為咧清零感染個案清零幾多日之後咧，限聚令咧就應該全面撤銷啦。就住我哋嘅最新調查咧，亦都配對住每一段疫情數字咧，我哋得出咧以下呢一個嘅圖表啦。咁我先解釋少當中唔同嘅顏色部分先。先睇咧就黑色線段啦，黑色線段咧就係我哋嘅每日確診個案數字啦。然後咧就睇翻紅色線段啦。紅色線段咧係喺第一條嘅意見題目咧係回應我哋咧就話現時咧其實已經可以全面撤銷限聚令啦，就可以理解為咧一個叫做不應設限嘅百分比啦。然後咧就睇橙色部分啦，橙色部分咧嚟自於兩組數據啦，第一個就剛才講過62%咧係受訪者咧喺第一條嘅問題咧就已經話俾我哋聽係應該可以完全撤銷限聚令啦。以及咧喺第二條問題嘅時候咧，佢認為現時嘅疫情情況咧，應該可以接受咧限聚4人以上嘅。咁我哋咧統整啦，呢兩組數字咧加埋就93%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有93%嘅市民咧認為現時限聚令咧其實係限緊嘅。咁啊，另一邊廂咧就7%咧係按照住而家疫情情況咧，認為應該接受限聚4人或以下啦。現上咧現時限聚令咧係不太緊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就93%認為太緊啦，7%認為不太緊嘅。咁我哋仲有一個咧，就係藍色嘅線段啦。藍色線段咧就係我哋所謂限聚指數啦。咁大家可以理解咧係一個人數概念啦。呢個數字咧最新嘅計算咧係16.5啦。咁就比政府嘅限聚令人數咧，限聚令4人咧就為之高嘅。咁即係話咧，市民認為咧現時即使有限聚令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接受咧係更高嘅限聚人數嘅。今日咧，我哋其實係有民生大聯盟發言人咧，張鴻輝博士咧，係同我哋進行一個評論啦。咁嗱，今日張鴻輝博士咧，有事未能親身嚟到我哋嘅發布會咧。今朝早咧，我同佢透過網上會議咧，係已經進行咗錄像啦。而家咧就喺錄像咧，就係播放佢最新嘅評論啦。有民生大聯盟發言人咧，張龍輝博士咧，同我哋做啲分享評論啦。咁啊，張博士咧，其實都嚟過我哋當中咧幾次，咁有時咧都喺網上咧同我哋去評論一番。有請你啦，張博士。係，你好，大家好。咁就多謝一個邀請啦，亦都多謝香港有所咧，就做一個咁嘅調查咧，去幫我哋反映多啲民意啦。咁我哋嘅即係目前嚟講咧，其實已經係去到有少少平衡啦，對疫情啊，定係對限聚令啊，兩樣都好平喎。咁但係辭職咧已經係夏天，甚至係暑假啦，大家見到我哋行嘅。咁好多嘅一啲生活嘅活動我哋觀察咧，見到就係、是、大家開始係遲翻前，即係話包括可能係一啲出行啊。一啲聚會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係可能喪禮啊，或者係要喺入邊買飯咧，大家都係相對比以前係預留咗好多嘅，咁做到一個叫可觀嘅水平，咁甚至包括譬如我後面呢個電話線啦，電話線咧就都係近期嘅新聞啊，如果你坐電話線咧，有好多時候咧都好飽嘅，咁都。個逼嘅程度都有少少壓力嘅，我哋覺得好似比以前逼咗咁啦。咁當然之咧，就話其實呢啲嘢都喺個特別反映到咧個市面係復甦緊嘅。
咁我認為咧，就除咗睇市盈復甦咧，政府係需要去及時去調整一下，因為如果限聚令係四個咧，就我哋想象到原來可以 end 就停咁多嘅市盈嘅活動。咁呢個其一咧就話即係兩個嘅之間嘅距離好大。我哋如果大家去下講下，我而家去下旺角啊或者市區嘅。即係一啲商業地帶咧，佢就好白嗰啲人，好白。咁啲人而家我諗一方面，可能對本身係有啲少咗畏懼啦，即係因為發展係少咗。咁第二咧就有時候好唔記得佢得做啲事。咁有時約人食飯咁都唔理幾多人先㗎啦，到時有人多咗就唔可以坐啊。咁而家咧就話政府行都應該睇下啦，你有限制數字，而家要四啊，或者係有限七咧，呢啲情況可唔可以解決啲？可唔可以適時啲？即係話我哋加呢個情況可以再鬆啲啦。咁呢個我相信係而家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幾重要嘅一個考慮點嚟嘅。咁長遠啲嘅話，點樣同周邊外界去亦通關呢啲咧？我亦需要爭取啦，亦都即政府要單用嘅，即我相信聽到政府講嘅好多嘅説話咧，就有啲官方啊，咁我認為呢個作為作為國家嘅訴求咧，相當重要嘅。我諗下就即唔好講下佢哋經濟都有個心願嘅，咁呢個就目前我哋可以觀察到嘅情況。多謝各位。好，多謝張博士啊！咁都聽到張博士講咧，而家市面個情況，咁同埋限聚令方面咧，好似有個比較強烈啲嘅對比啦。咁啊，當然都即係張博士都有提到嚟緊，即係通關方面政府可能都要做多啲工作，係咪？咁啊，多謝張博士啦，我哋下次有機會再講啦。冇錯，冇錯。好，多謝你，多謝你。好嘅，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咁剛才咧就係今朝早上咧同張博士嘅一個視像嘅錄影啦。咁我知道咧，張博士等陣咧都係會喺我哋嘅等陣嘅發問環節咧，都會再睇睇咧係可以接受大家嘅提問嘅。咁而家緊接住咧，我哋就進入第二部分啦，就係我哋嘅我問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嘅最新結果。先睇睇樣本資料啦。今次調查咧係7月16號到21號進行啦。咁我哋咧同樣都係以電郵接觸我哋嘅意見群組成員啦，請佢哋咧喺網上完成調查啦。總成功樣本數目咧係5577人啦，回應比率咧係6%啦，亦都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嘅全港人口年齡性別分布啦、教育程度啦、經濟活動身份啦、區議會有數字、區議會選舉結果，以及咧常規調查當中咧特首評分分布數字咧，就以反覆多重加權法進行調整啦。咁今次嘅題目咧，一共就有三條嘅意見題目，咁我哋咧就每條講講啦。先講第一條嘅意見題目啦，題目係咁問嘅：政府咧將規管劏房續租時嘅租金調整水平啦，但係就冇規管咧新簽租約嘅起始租金。有人指咧，就業主可以一開始就訂立較高嘅租金咧，繞過規管。政府咧就以冇客觀且易於實行嘅機制去決定咧每間劏房嘅起始租金上限為由咧。反對定立起始租金嘅上限啦，咁就問市民啦，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政府呢個睇法？咁我哋咧呢個問題咧就採用五等量尺啦，選項方面咧可以選擇好支持啦、幾支持啦、一半半啦、幾反對啦，以及係好反對。我哋逐個數字講講先。好支持嘅百分比咧係15%啦，幾支持咧17%啦，所以咧統稱係支持嘅比率咧係32%啦，一半半嘅比率咧係20%。幾反對咧係18%啦，好反對咧20%啦，所以統計咧係反對比率咧係38%啦。另外仲有10%咧就係唔知道，好難講嘅。然後咧我哋計算一個平均量值啦，平均量值咧就係一分咧就係好反對啦，五分咧就好支持，數字係2.9，咁咧就比一半半咧係傾向幾反對少少啦。咁所以大體而言咧，大家都會見到啦，支持嘅比率咧同反對比率咧，大家都唔過半。咁啊，反對比率咧比支持比率咧係高少少啦，就係38-35。投票嘅方式咧就如下啦，剛才講過啦，當中咧係有20%咧係選擇中間一半半嘅選項啦，
然後左手邊咧就係紅色展示嘅反對比率38%啦，以及唔好意思啊，左手邊咧就綠色展示嘅支持比率咧就32%啦，而係右手邊咧就係紅色展示嘅反對比率咧就38%嘅。好啦，咁第二條咧就係咁問嘅，假設政府咧係唔主動巡查同埋檢控違規劏房業主啦，而係透過咧租客舉報之後再執法啦，有幾支持或者反對呢個做法咧？咁啊，選項方面咧，同樣都係一個5等輪策啦，同樣地咧都係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同冇反對嘅。咁啊，逐個細項講講啲數字先。好支持嘅比率咧16%啦，幾支持好支持比率9%啦，幾支持16%啦。咁加埋咧支持比率24%嘅，一半半咧27%啦。另一邊雙啦，幾反對咧18%啦，好反對咧25%啦。咁所以反對比率咧加埋咧就43%。另外仲有5%咧係知道好難懂啦。平均糧值方面咧，1分好反對啦，5分就好支持咧。計算出嚟嘅平均糧值咧係2.6分啦，基本上咧就係一半半同埋幾反對之間啦。同樣地咧都有一個圖示嘅方式，今次紅色咧係佔多少少嘅，咁但係同樣咧都係未過半嘅。反對比率43%啦，一半半27%啦，支持比率咧係24%嘅。最後咧就第三條嘅意見題目啦，《劏房租務管制條例》咧係將於刊憲嘅3個月之後正式實施啦。有人指咧業主可以大幅加租或者趕走租客啦，所以咧條例係應該喺刊憲之後即刻實施嘅。政府就認為咧業主咧可以早喺立法會審議條例嘅時候就已經採取行動啦，因此係無法避免呢種情況。咁就問市民啦，你支持定係反對將條例咧係改為喺刊憲之後即時實施咧？咁啊，支持嘅比率係47%啦，反對比率係21%啦，唔知難講咧係另外32%嘅。咁啊，圖示方式都相對清楚嘅，就係47%係剛才講過支持比率就綠色部分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反對21%啦，同埋知道肯定處於32%。咁啊，三個選項咧都係不過半嘅。咁而家咧，我哋公布完我哋三條嘅意見題目嘅最新結果啦。而家不如有請特保山先生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討論一下咁嘅方式。好嘅，多謝兩位，咁就都多謝誒研究所同我哋合作啦。咁就通常亦都首先好客氣地講咗，即係政府嗰個條例草案嘅一啲重點啦，咁我都唔重複啦。咁就因為問題都未必可以問到好多啦，所以我哋都重點問咗3個，我都覺得我哋團體好關心嘅問題嘅。咁包括第一個就起始租金啦。第二個就係有關嗰個執法嘅問題啦，咁同埋第三個咧就係就住嗰個空窗期嘅問題，政府去點樣回應同處理咧？咁我哋就住呢三問題，其實都有少少嘅回應嘅。咁就其實我諗喺政府成立呢個劏房租管研究工作小組，到佢提交報告，到政府接納佢呢個報告，到政府提出呢個條例草案咧。我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咧，都係有關起始租金嘅討論。咁我諗就大家都理解啦，即係住緊喺劏房裏面，其實當然有好多即係大家都會即係異常長嘅問題啦，即係居住環境嘅惡劣啦，即係即係譬如喺嗰個租客嗰個保障好唔足夠啊，成日被逼遷啊、加租咁樣。咁其中一個我諗普遍住喺劏房嘅街坊好關心嘅，一定係個租金問題。咁所以究竟嗰個租管嘅條例點樣針對緊嗰個租金嘅問題，去有一啲嘅規管咧，係普遍無論係民間或者街坊咧，即係非常之關心嘅。咁而喺嗰個租金管制嗰個部分咧，其實一般就係講緊2個即係好重要嘅規管，一個就係即係嗰個租金標準點去釐定嘅問題咧，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即係加租嘅幅度咧調整嗰個幅度嘅問題。咁啊，其實要兩方面即係都係。即係並行咧，先至能夠去保障咧，即係街坊咧，其實個租金咧係一個比較合理同埋保護得足嘅。咁呢個都係民間團體喺成個即係政府做研究諮詢，政府係提出即係嗰個研究報告，我哋一路都係同政府去提呢個意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當你只係做一個唔做另一個嘅時候咧，其實又好容易咧俾即係個業主咧去利用咗呢個漏洞咧。其實就令到嗰個對租金嘅保障咧，就變咗有就好似冇咁。咁我諗呢個道理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因為而家政府嗰個
即係態度，就係話我哋先即係做少少先啦咁樣，咁就做少少啊，係咪之後會繼續做咧？咁我哋即係一嚟唔知啦咁樣。咁但係做少少個問題咧，就係我頭先講啦，就係、是、你做少少係可能連嗰少少嘅保障咧，都因為你嗰個法例唔全面咧，令到佢以為做少少個保障咧係都保障唔到嘅。咁呢個我哋都係好明白啦，因為當你淨係去規管嗰個調整嘅幅度，而唔係規管埋嗰、那個即係起始租金，我哋講緊或者嗰個定租嘅水平咧。係啊，咁即係你而家我新簽個租約喺嗰個法例實施之下，我確實係兩年後先至可以加租嘅。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同個租客定嗰、那個即係新租約嘅時候，嗰、那個租金究竟係幾多咧咁樣？咁我哋其實可以計埋落去咯，即係而家嗰個狀況就喺業主嗰、那個角度。當然你可能限制咗我，無論係15% 又好，或者要跟嗰、那個即係私人物業嘅租金指數都好咧。我可能真係兩年之內加租，咁但係如果我新定嘅租約你冇即係一個嘅規管，咁我亦都可以已經喺嗰度咧就大幅加租，去彌補咧我日後咧你限制咗我加幅咧嘅嗰個所謂嘅損失。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好淺顯嘅道理嚟嘅。咁我諗政府亦都知道，民間亦都慢慢即係佢隨住我哋即係團體好多嘅即係分析同埋即係一啲嘅。調查發布咧，其實很多時候而家民間亦都開始好認受呢種睇法，即係其實只係有調整幅度係冇起始租金，其實確實咧都係一個喺嚟緊法例實施嘅時候一個好大嘅難度。咁我哋當然都有期望啦，就係即係而家喺即係個條例都已經攞上咗立法會啦咁樣。咁今日晏晝亦都即係會選呢、這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啦咁樣咁。咁我哋好希望，即係其實呢個問題，無論係政府或者立法會議員都去正視翻嘅。咁我亦都好希望咧，即係議員能夠可以透過提出修訂咧，其實可以將起始租金嘅呢一個規管咧，其實係納入翻條例度。咁而家我哋睇翻個結果啦，就即係其實喺政府去公布即係一個條例草案，大家都見到即係政府都好刻意地咧，就住起始租金咧做咗好多嘅解説。咁特別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解説就係話，起始租金唔係唔做咁樣，我哋睇定啲先啦，或者咧我哋能夠掌握到足夠數據，我哋先做啦咁樣。咁啊，甚至都講話，即係其實定立起始租金喺而家呢個階段咧，確實係因為即係欠缺足夠數據咧而唔可行咁樣。咁啊，即係都不斷洗腦噶啦，即係唔同嘅官員都走出嚟去講同一番嘅信息同埋論調。咁當然有時啦，有機會我哋就可以回應啦。咁但係唔係成日都我哋可以同台嚟去回應政府呢種講法嘅。咁都係喺一種鋪天蓋地政府對於即係起始租金嘅認為唔可行嘅呢一種咁樣嘅講法底下，我哋做嘅調查仍然見到有40%嘅市民咧，其實即係都係覺得政府唔定立起始租金咧，佢好反對嘅。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反映緊，即係政府其實個解説係非常之唔成功啦。或者即係亦都好多市民其實都睇到，即係其實佢冇起始租金，對於即係最終嗰個立法嗰個條例嘅實施，對租客嗰個保障嚴重不足嘅問題咧，其實都提出咗好強烈嘅意見。咁呢個亦都我諗好希望啦，即係政府亦都喺嚟緊嘅時間啦，即係佢對於即係起始租金嘅態度，或者同即係。民意的那個很大的落差呢，其實都是有一個即是好的調整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反映了在政府整個即係喺有關租管的研究裏面呢，其實就很少即係納入咧即係民間的聲音。咁我諗我哋很多次都已經講咗啦，其實嗰個研究工作小組裏面咧，即係好有趣，其實就有呢個業主的代表，但係佢係冇租客的代表。咁啊，呢個其實亦都正正就係反映了即係政府去理解即係劏房的問題。或者去了解即係成個即係租務市場，即係租務市場嗰個情況咧，其實真係嗰個認識係非常之不足，以至到咧，即係佢作出嘅一個決定咧，其實同即係普羅嘅民意，或者係整體點樣可以保障到劏房户，即係嗰個嘅居住嘅狀況咧，其實真係有好大嘅一個距離。咁啊，我都想回應多一樣嘢，就係即係政府一路都係講緊冇數據嗰個問題。咁啊，呢個其實我哋平台係完全同意呢個睇法嘅，因為其實個數據係好多嘅，其實係包括研究工作小組
其實委託了政策21去做了一個的調查，那裡其實都是有足夠的數據。三月即係現金金小組去即係去發布佢嗰個研究報告嘅時候咧，其實都將即係政策一嗰個即係調查嘅結果咧，其實都係講咗。咁有好多即係包括即係租金嘅數據啊，包括咁呢個劏房嘅面積嘅數據啊，即係等等咧，或者嗰啲設施嘅數據咧，其實咧政策有一個研究咧，其實都已經有好詳盡嘅一個即係解説嘅。咁如果我哋唔講政策21呢個研究，就算我哋睇翻政府自己咧，其實都有好多數據，包括統計處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劏房嘅研究嘅。咁當然呢個劏房研究其實都係用咗一個其實係入口普查嘅數據咧，其實係作為藍本嘅。咁啊喺2018年咧，其實政府亦都發表咗統計處發表咗一個即係有關即係劏房嘅一個即係研究嘅。咁其實裡面亦都係包括咗有好多咧喺劏房裏面嘅設施啦。劏房裏面嘅租金啦，劏房嘅分布啦，或者係一啲劏房面積嘅一啲數據。當政府話冇足夠數據嘅時候咧，其實本身即係無論係政府內部研究工作小組，其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數據。而我哋自己平台有一個建議咧，就住起始租金咧，其實我哋就覺得係可以咧用咧差餉物業估價署嘅差餉租值咧，係作為一個釐定嘅方式。咁而差餉物業估價署嘅差餉租值呢個數據咧，亦都咧一直都有嘅，亦都係好充足嘅。咁所以政府話冇數據咧，其實呢件事咧其實係站不住嘅。再退多一步嚟講咧，我哋都覺得其實政府要啲乜嘢嘅數據咧，咁樣我哋都要問呢個問題。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如果我哋嗰個起始租金嗰個定立嘅方式係用應課差餉租值作為一個標準嘅話咧，根本就係已經有數據。當然而家政府嗰個講法就係話，佢要去透過條例實施，然後咧即係啲業主要打嚟人，咁所以咧之後咧我哋就會掌握咗咧好多咧即係而家住緊嘅劏房嘅居民嘅一啲有關租務上面嘅數據，然後再訂立咧即係呢個起始租金咁樣。咁呢個講法咧其實就即係有兩個漏洞啦。第一個漏洞就係話，其實即係一啲數據咧其實而家唔係完全冇嘅，亦都包括政策有一做嗰個研究咧，其實都講緊咧，都有70%嘅租客其實有租約嘅。咁甚至咧，前嗰一段時間咧，即係大概7月頭到咧，社聯亦都做咗一個研究嘅。咁佢嘅研究咧，其實都係用咗大概即係2000多嘅劏房嘅數據咧，其實咧佢哋釐定到咧個租金嘅標準出嚟嘅。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諗，我哋第一樣嘢即係回應翻政府話冇數據啊嘛。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都想講咧，就係話其實政府今日話唔夠數據咧，我哋覺得係好可笑嘅。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因為你研究工作小組做咗一年嘅研究啊嘛，咁點解你唔喺個一年嘅研究裏面去收集數據咧？係咪？即係你一年時間其實係收集數據嘅。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去到即係政府其實亦都反映緊我頭先一路講嘅問題。就係、是、政府喺最起初嘅時候成立研究工作小組嘅時候，其實冇好好咧去界定咧究竟研究工作小組要做啲乜嘢。咁啊，好多時候可能係嘥咗好多時間咧喺度討論緊一啲可能係跟上邊際問題，究竟應該有租管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從一開始已經講啦，其實呢個研究工作小組唔係應該討論要唔要租管，而係應該點樣實行租管。當如果嗰陣時已經係準備需要去考慮起始租金嘅時候咧，佢係咪嗰陣時經要去收集數據咧？咁當然，你收集完之後，可能最終個結論話可能即係普遍市民或者係即係唔同意，即係有起始租金，咁你咪可以唔同嘅數據咯。不過其實你喺一年嘅時間，你點解冇可能收集到數據嘅？咁而家做完一年嘅研究啦，然後走出嚟話喂，其實我哋冇數據嘅，咁就好即係反映緊政府其實好後知後覺咯。即係佢由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已經可能冇將起始租金即係呢一個嘅諗法咧，係納入咗喺佢嗰度。即係研究同調查，咁呢個其實唔係我哋今日先講嗰個嘢，我哋前幾日都係講咗，咁亦都頭先亦都正反映咗啦。頭先話其實嗰個小組係冇組合投票嘛，咁所以 that's why 就係冇掌握到咧，而家即係香港即係嗰個市場嗰個狀況。咁我就住第一條嗰個問題嘅回應係咁多，我加埋俾阿金生咧就回應埋第二個第三條。
咁咧，咁頭先阿珊咧都回應咗關於即係起始租金嗰個嘅問題啦。咁同埋通常一開始都有提過話實嘅，即係可能今次嘅條例草案入邊有可能講緊加租啦，或者係講緊優先續租權啊，甚至啲水電嘅標準租約嘅問題嘅。咁但係可能去到呢個階段啦，去到已經係去到即係條例草案嘅時候，咁其實究竟個具體嘅執行啦，即係個實施嘅情況會係點啦，同埋一啲可能就住個過渡期嘅問題，咁其實我諗呢樣嘢都係對於我哋即係喺一啲前線嘅社工啦嘅接觸裏面一啲唔同嘅劏房租户嘅都有一啲好大嘅關注度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過往喺即係無論喺前線啦入邊都同佢哋傾嘅時候，佢哋都好緊張話究竟即係幾時實施啊？或者係究竟可能新嘅條例草案裏面究竟佢哋可以透過啲乜嘢途徑去到可以幫到佢哋真係令到呢一個嘅條例草案係真係可以受惠到咧咁樣。咁所以就住今次即係今次嘅調查啦，我哋都即係設咗兩條問題，其實係就係就住呢個實施啦，即係成日講緊一個執法一個執法上面嘅即係具體嘅實行嘅情況究竟係點啦，同埋一個關於個實施嘅時候嗰個過渡期而係有一啲嘅問題咁樣嘅。咁睇翻嗰個政府嘅最新嘅呢個條例草案入邊啦，咁其實佢對於就住嗰個實施嘅安排咧，其實佢就即係講到話都係用翻呢個差管處啦，咁去做翻去執行呢個條例嘅草案嘅呢個最新嘅條文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諗大家都即係對於差管處嗰個認識，其實可能都略知一二啦。咁可能即係佢哋處理嘅平時可能係一啲關於講緊差餉啊、地租啊，或者係啲簡單嘅租務事宜啊，可能係講緊一啲公眾嘅查詢啦，或者係一啲諮詢啊，或者一啲調解服務嘅。咁可能有時話即係安排啲租務主任去唔同嘅地區民政處嗰度做一啲當值嘅，咁可能一啲接受我哋居民嘅查詢啊，或者係調解咁樣。咁但係可能關於一點啦，咁其實政府淨係講到話可能即係將差管處去做呢個執行嘅時候，咁究竟佢有冇一個係實際嘅即係除咗當然啦，佢今次新嘅條例草案裏面又話即係喺進行一啲適當嘅執法嘅，咁但係實際上面其實究竟會唔會係一個好主動去巡查啊，定還是係一個仍然係一個好似過往咁樣嘅方式去做咧？咁我哋睇翻其實陳凡喺7月6號嘅時候，其實都講過，即係都有記者提問過佢啦，咁話關於嗰、那個即係一個執法嘅時候，或者一個差管處係會點樣去做咧咁樣。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可能嗰陣時陳凡啦，都係一個採取一個好迴避嘅態度啊，去回應緊即係呢個記者。咁其實佢又冇講到話究竟係咪一個即係佢主動嘅巡查咁樣。咁可能即係佢喺個記者嗰度其實都提過，咁只不過係都係要等一個租客去做一個舉報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其實我諗今次最新嘅條例草案啦，個執法上面其實可能仍然係要透過劏房嘅租客去舉報一啲違規嘅業主啦。咁而所謂嘅可能一啲巡查啊，或者一啲檢控咧，咁究竟係咪可以有一個政府嘅部門或者係一啲嘅專責嘅部門去做咧？咁其實我諗我哋即係。我諗好多，譬如我哋嘅前線社工啦，或者就可能關注聯都可以補充少少嘅，就係話，譬如我哋其實過往接觸到嘅租客，究竟係即係當遇到有一啲嘅糾紛嘅時候，係點樣處理啦咁樣？咁其實好多時佢哋都係因為租客面對住個業主，其實佢哋好多時都係唔會去舉報佢哋嘅。咁其實即係點解有呢個情況咧？咁當然啦，因為當你租客一嚟係嗰個以往嘅一啲投訴嘅程序會比較繁複啦，咁二嚟就係其實可能佢同業主嘅關係啦，究竟佢會唔會有呢、這個即係會唔會去做呢個舉報嘅行為咧？因為佢舉報咗業主之後，其實可能分分鐘佢有好多無窮嘅後果喺度出現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時候其實講緊呢條條例即係執行嘅時候，咁會唔會係依然係即係採取一個好被動嘅，等租客去點樣去檢控咧？咁我哋其實係睇唔到喺呢、這個草案裏邊，其實係可以好保障到租客嗰、那個舉報嗰、那個使用嗰個嘅權力嘅。咁我諗喺我哋平台裏面啦，即係都其實一直都倡議緊，即係認為其實可能係一啲有一個獨立嘅部門去做一啲主動嘅巡查或者係檢控啦。咁另外當然亦都即係有保留到，譬如話差管處所講嘅一啲仲裁嘅服務啊，或者係啲好簡單嘅訴訟程序啊咁樣，咁可以先至即係去解決一啲租務嘅糾紛嘅。咁我諗呢樣嘢其實先至係會即係有效咁去規管到呢個劏房嘅租務市場嘅行為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即係今次嗰個調查結果啦，其實都有即係我哋即係都問到話其實透過租客舉報呢個執法咧，其實係咪真係好嘅咧？咁其實我睇到都超過有四成其實係反對政府話如果政府唔主動咧，其實都係即係對於呢、這個規管咧，其實都係冇乜幫助咁樣嘅。咁我諗即係。
希望即係我喺呢個執法嘅或者喺個巡查上面啦，即係我喺差館處或者係一個專責嘅部門係應該要去再更加去主動去做咁樣嘅，而先至可以真正咁保障到個租客嗰個舉報，或者係嗰個真正去幫到個租客。係啦，咁一陣可能都可以俾關注員嘅朋友去補充多少例子啦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咧就頭先講到啦，都有講到，我諗其實我哋接觸好多一啲劏房租户啦，佢哋都講緊好即係去擔心緊啦，究竟其實嗰、那個或者可能都問我哋，其實究竟嗰個條例係真係會幾時實施咧咁樣？咁今次政府即係都有提到啦，咁其實係話講緊喺罕見當日起計3个月即係3个月嘅時候啦就會實施啦咁樣。咁即係3个月之中，其實可能預期可能會係。講緊係出年2022年嘅1月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中間可能會唔會即係都我諗其實好多劏房租户啦，都會有一個擔心嘅，其實都有一個即係都會覺得，咦？如果佢而家先嚟實施嘅話，其實中間會唔會好多即係同業主之間會唔會有啲大幅加租嘅情況咧？或者係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其實可能業主會唔會係借呢個機會啦，因為喺劏房租管嘅時候未正式實施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係可以做一啲，即係例如話可能解除個租約啊，或者係趁你個未有一個新嘅租約之前咧，就大幅去加租，咁令到其實可以借住呢個嘅一個漏洞啦，叫做一個少少嘅一個空窗期嘅情況下，就令到佢一個劏房租户裏面最新嘅一個合約裏面咧，其實係唔會包到，即係唔會係受到最新嘅條例草案去規管嘅，因為政府嗰、那個新嘅條文都講到啦，咁佢都係話其實而家最新嘅草案咧，如果真係要實施咧，其實1月先至會正式刊憲之後先實施嘅。咁刊憲之前嘅所有嘅一啲租約咧，其實都係不包括在內嘅。咁正正就係反映咁，其實我哋都遇過一啲街坊啦，啱啱即係琴日都遇過，就係話譬如話佢啱啱9月咁嚟緊9月啦，咁就完約啦。咁究竟即係喺呢個時候，佢哋如果真係續約嘅話，其實佢哋係受唔到真正即係受唔到新嘅租管條例下嘅一啲嘅任何嘅保障，即係包括係講緊加租嘅水平啦，包括係優先續租權啊，或者係水電等等嘅問題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情況下，嗰個實施期究竟係咪可以即係可以有即係可以係做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可能係話縮短個過渡期啊等等，咁先至可以令到真正一啲嘅劏房租户可以受到個保障咁樣咯。咁所以我諗另外啦，其實我諗亦都呢度都要少少回應翻政府啦，即係喺陳凡喺嗰日記者會度，其實都有講過，即係我哋諗其實呢個問題都唔係，即係我哋平台啦都有提過，其實即係都要即刻實施呢個租管嘅。咁我都唔係話我哋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講㗎啦。咁但係陳凡嗰日亦都喺記者會裏面提過話，其實都回即係就住呢、這個真空期裏面啦，亦都提過話，其實佢個論點都比較可笑嘅，就係話講緊租管都講咗10年啦，其實要加都一早加咗啦，其實一直都存在啦，所以就唔會去處理咁樣。咁呢個其實我諗正正就係呢10年裏面嗰個租金或者係嗰啲水電嘅問題一路咁樣喺度存在，正正就係佢哋嘅租金加幅令到好多基層嘅租客啦受惠嘅，亦都係過緊一啲好水深火熱嘅生活。咁其實正正就係因為冇過往嗰10年冇管制，咁所以其實更加反證咗係咪應該而家要即時去實施先至可以壓抑到一個已經係個租金啦，係或者係個水電啦，令到我哋嘅劏房住户係得唔到保障咧。咁所以其實正正應該就係呢10年不斷咁樣去做，不斷咁樣去加租，咁先至係要快啲趁呢個機會去制止呢個呢個劏房嘅亂局。咁所以我諗政府係真係要去正視呢個真空期嘅問題咯。咁我諗可以交俾關注嘅同事都可以講講一啲可能佢啲事例，或者可能補充或者佢嘅睇法咧。收集嘅數據，但係我哋認為咧，好似啱啱平台都有講過啦，其實差餉
咧，過往咧都有為到一啲私樓嘅單位釐定市值嘅租金。其實呢個就正正係起始租金參考嘅數據其中一個啦。而亦有唔少嘅組織咧，其實都好樂意同政府去溝通合作咧，商討點樣管制嗰個租金。所以我哋認為咧，設立起始租金呢個工作其實會唔會根本就唔係好似局方所講咁困難呢？如果條例唔係用設立起始租金嚟做個目標嘅話咧，其實都好難保障一啲㓥房住户，佢哋好難咧去辦同呢個貴捱貴租啊、大户地咧呢啲惡劣嘅居住情況嘅情況。另外咧，啱啱都有提到啦，依家嗰個法例咧嚟緊咧會依靠差餉物業估價署咧去推行同埋執法啦，但我哋擔心咧差餉物業估價署咧根本冇足夠嘅人手啦同埋經驗啊，係去處理立法初期嘅時候咧大量嘅租務糾紛嘅投訴啦同埋查詢。如果政府咧唔去主動巡查啦同埋檢控嘅話，其實根本冇辦法改變依家業主咧同埋租客唔對等嘅情況。我哋都聯席成員咧都試過就住呢個修例咧去收集嗰啲劏房户嘅意見啦，都問過佢哋，如果業主咧真係唔按租管咧嗰個法例咧去同你哋簽訂一啲標準租約啊，同埋打嚟緊啦，你哋會唔會主動去投訴咧？咁其實咧，大部分嘅劏房户咧同翻我哋講咧都話，其實佢哋嘅角色好被動啊，同埋好擔心影響咗同業主嘅關係。而且投訴時間過長啦，個案又未必成立到啦，所以佢哋都認為咧，會啞忍個問題或者搬離個單位，其實最後都見到冇辦法解決個租務糾紛啊。所以我哋希望咧，政府都考慮咧成立咧專責嘅部門去處理啦，主動咁樣去作出檢控同埋提供仲裁服務啦，確保咧業主同埋租户咧都有公平嘅機會去處理佢哋嘅租務糾紛啊。最後咧，啱啱平台和我哋聯席咧，都有提到咧，就係依家呢個立法嘅空窗期啦。咁其實咧喺租户管制落實之前咧，大幅加租嘅情況咧，我哋都認為係無法避免，因為條例都冇設立過追索期啦。所以如果要及時保障租户咧，其實政府應該考慮咧即刻生效呢個法例啦，或者咧盡快立法啦，去保障啲㓥房户咯。唔該曬。咁唔該曬幾位嚇，我喺交俾阿 Edward 主持即係答問之前咧，有少少補充嘅嚇。就頭先幾位都講咗佢哋兩個組織，即係對於今次租管即係劏租管嗰個建議係咪睇法啦？咁咧我都留意到咧，除咗嗰兩個組織之外咧，另一個即係都長期有關注問題嘅機構，亦都係香港義務機構一個協調組織，就係香港社福部聯會啦，都喺陳凡嘅記者會之後咧作出咗個聲明嘅。咁聲明咧都值得個留意啦，就係、是、佢第一點聲明啦，或者要求咧都係覺得咧就係話，其實佢雖然唔係講一定去管理起始租金，但係佢建議咧就話，政府其實係有方法，亦都同兩位嘅意見相似啦，係有方法嚟管制嗰個租金水平嘅。咁包括咗就係避免空窗期之前啦，俾啲業主大幅度咁加租啦。咁咧佢覺得係而家有一啲租金水平嘅數據同平台咧可以用到嘅，亦都願意同政府合作，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今次我哋喺研究裏面冇觸及到嘅咧，就係嗰個租住權保障嘅問題。咁而家政府嘅立法建議就2+2啦。咁社聯嘅建議咧就話，其實應該將嗰個2+2咧進一步延長至2+2，即係6年一個即係租住權保障啊。咁仲有啲建議咧，就係設立嗰個㓥房租務嘅資訊平台。咁我諗個用意就希望即係令到㓥房嘅租金啦同埋相關嘅做法咧，係能夠即係有更多資訊。更高的透明度，令到租客係可以更加清楚知道而家一般嚟講個處理情況係點樣咁樣。咁呢幾點建議咧，都係社福聯會嘅建議嘅。另外咧，都留意到即係頭先即係阿鍾慧賢提到啦，就驚啲業主嚇喺立法之前就已經大幅度加租啦，喺空窗期之前大幅度加租啦咁樣。實際上啦，喺7月6日之後咧，已經有個別零星嘅報道啦，係有報道到呢啲咁嘅個案啦，已經咁，所以個問題咧，個草案都未交俾立法會咧，就已經有啦，已經嚇，咁所以其實係已經出現緊噶啦嚇。咁我將個時間啱俾阿 Evan 嚇。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係、是、一個討論嘅即係政策啦。咁啊，我哋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去探討唔同嘅角度啦。咁啊，而家係無論係台上啦，又或者係台下啦。以後我上網上嘅朋友咧，都可以參與一齊嚟討論多啲。
咁啊台上我哋有麥啦，台下嘅朋友咧，如果需要發言咧，我哋大會咧亦都提供咗麥克風啦，可以方便大家咧有人使用麥克風啦。咁啊，亦都係便利啦我哋網上聽眾嘅收音。咁啊，睇睇而家台下嘅朋友有冇啲咩想探討一下啦。咁又想問翻啦，因為啱啱都提到，其實七月六號公布之後咧，都已經有啲個案係即係被業主加租啦。咁其實係咪應該要設立翻一個追訴期，咁就去避免啲業主即係喺正式立法之前去加租啦？如果係嘅話，又覺得個追訴期應該幾耐先至係合適嘅咧？咁另外就係啱啱提到起始租金嗰度咧，其實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俾政府去參考做翻，係會比較即係理想咁樣咧，唔該。我答起始租金嗰個問題先啦，因為我哋就有個咁樣嘅建議嘅，其實就係因為而家政府都面對緊即係民間一個都幾強嘅聲音啦，咁所以佢都有一個回應嘅，其實就住呢個問題咁佢都話等我哋儲夠。足夠嘅數據啦，咁樣等條例實施咗之後，咁我哋就可以有個基礎咧，去實施呢個起始租金啦，咁樣。咁呢個當然我估係同政府之前嘅講法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政府最開頭嘅講法就係覺得唔可行啊咁樣，咁啊甚至佢都仲有交出咗好多其他理由啦咁樣，咁啊即係話侵害私有產權啊，咁即係都講埋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似乎都係面對一個民意。幾大嘅一個迴響咧，佢都作出咁，即係話其實政府都覺得起始租金其實都係重要嘅啦。咁不過而家就係話用一種冇方法或者係冇數據作為一種即係推遲或者係一種拖延，即係其實我哋個態度就覺得係咁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平台嗰個建議係點樣咧？我哋嘅建議咧就唔係話等足夠嘅數據咧就先實施嘅，我哋係。個講法就係我哋應該係要先實施後檢討嘅，即係個做法就係話其實而家我哋亦都已經有咗個數據咧，其實可以參考。咁當然我哋平台嗰個建議就係用翻電過差入租值啦。咁呢個我哋都係正正就係回應緊政府有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話佢話全港有接近10萬劏房，每個劏房都唔同嘅喎咁樣，咁你點樣可以有一個客觀嘅數據或者準則去定下起始租金咧？咁我哋所以正正就話我哋自己嘅提議咧，都唔係一個硬性嘅標準嚟嘅。呢個劏房租金就係限制咗喺即係尺租某一個價錢裏面，所有唔同嘅質素嘅劏房咧，都係要受住呢一個嘅標準去做規管。我哋都唔係嘅，我哋又講緊應課差租值，而應課差租值咧，其實係每一個單位其實都係有應課差租值嘅，其實喺差估處度有曬呢啲數據。咁而應課差租值正正其實就係評估咗嗰個單位嘅市租金，而嗰個市租金其實亦都係根據翻嗰個單位嘅設施啦、佢嘅座向啦、佢嘅樓層啦，即係等等咧去做一個釐定。咁所以呢個標準其實係一個好全面嘅標準嚟。咁當然你話去到檢討嘅時候，你唔再用呢個標準，咁我覺得可以討論。咁但係其實你話係咪冇方法去定下呢個標準咧？其實我哋咁當然啦，政府仍然都係覺得即係用差租值其實佢哋都好同意啦。咁但係有趣嗰樣嘢咧，就係其實政府去定嗰個所謂而家而嗰個方案，兩年之後有一個調整幅度咧，其實佢嗰個標準都係跟翻差估處嘅標準嘅，即係佢就係跟嗰個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嘅標準，嗰、那個其實都係差估處嘅標準。即係如果佢話我哋嗰個方案唔可行嘅話咧，政府其實都要回應嘅喎，就係、是、喂，其實嗰十萬個劏房。其實所有都係質素嘅，即係佢講嗰啲咧，質素又唔同啦，樓層又唔同啦，個設施又唔同啦。點解個標準係劃一嘅咧？係嘛？即係點解係劃一咗佢15% 嘅咧咁樣？咁點解唔係有啲單位可以加多啲人嘅？即係其實佢自己都係自相矛盾嘅呢個。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最終其實呢個我諗都可能係一個政治決定嘅，即係究竟政府有冇決心去推行呢樣嘢，而唔係其實冇數據。而係冇一種所謂客觀嘅科學嘅一個即係證據喺度，咁我就住即係第二條嘅，即係我諗住我補充講多少少先啦。其實就即係政府而家嘅講法比起報告書啱啱出嗰陣時咧，佢係鬆動咗嘅，因為報告書發表嗰一日啦，
當時主席都係話劏房咧千差萬別，好難有一個劃一嘅起始租金咁樣。咁啊，而家立法建議咧，喺記者會嗰日咧，陳凡就鬆動咗聲水啊，佢就唔係話完全否定起始租金，佢就話暫時冇數據，要等立法之後啦、生效啦、搜集數據，然之後先再決定啦咁樣。咁呢個講法表面上鬆動咗啦，但實際上大家都知㗎啦，一旦立咗法之後，先再去搜集數據咧，又唔知搞到幾時啦，即可能係兩年後唔定，四年後唔定。咁變咗就真係會唔知拖幾耐。對而家嘅問題咧，其實幫助唔大咯，呢個第一點。第二，我同意阿生嘅講法，數據係有嘅，因為你每一個劏房或者而家嗰啲租單位出租，你都有個即係差響租值嘅資料㗎，係嘛？就算你話你唔知咁多咁多單位，唔知邊啲係劏房嚟嘅，咁我冇辦法針對性咁去定嗰個租值咁樣。咁但係你諗翻轉頭，就算而家公屋起定呢個起始租金啦，佢都係參照同區個私人嗰、那個即係租金水平，有定個起始租金。咁所以如果公屋都可以定個起始租金，點解劏房唔可以定個起始租金嘅水平咧？可能個結果未必好細緻，可能都係啲大區，唔係啲好細嘅細區嚇。但係仍然都係我同意社聯啦，或者話兩個平台嗰個講法。技術上是有機會做到的，我們上一次記者會都是類似的研究，我們請到葉毅明教授，即是來做評論，葉教授是那個小組的成員，他都承認其實如果要做一個起始租金的評估的話是有方法做到的，大家希望還記得，那我將時間交給趙小姐。剛剛你提到設立那最快可能要三個月之後先正式實施啦，但係咧就係、是、呢幾個月都有空窗期喺度啦。咁我哋都即認為政府會唔會即考慮設立翻個追溯期，或者會唔會在刊憲之後，其實條例就立即生效咧，可以盡快或者及時保障翻啲劏房咁樣。好，會唔會需要可能追溯？可能請你使用麥，因為我哋網上嘅聽眾係。會唔會即覺得可能都需要追溯到係可能七月六號去喺佢公布嘅時候就即係係啦嗰陣就已經係當係生即係立法啊生效咁樣。原籍都覺得即係越早越好咯，條例即係越早一定係即係個保障更加。咁有冇其他嘅問題？不如我呢個時候咧問一問阿生啦。剛才阿生喺回應提問嘅時候咧，我留意到一點。阿生頭先提到咧，就可能係有一個想法，就係先實施後檢討咁樣。咁係因為我哋喺會前都有討論過呢個點啦。咁你覺得即係而家，因為好似嗰個條例咧冇一個好明確嘅一個檢討個機制㗎。咁你哋嘅諗法，如果真係想同即係政府反映，咁呢個檢討機制應該？即係初步有冇啲咩構想，應該係點樣咧？因為其實我哋都就住呢件事同一啲立法會議員都有討論過嘅。咁就甚至其實有一啲政府官員都有提出過咧，其實就係一年之後係咪就可以即係有個機制實施即係起始租金咧？咁甚至都有啲人透露就其實第一年都係太長啦。其實咪即係？需要一年嘅時候，我哋已經係可以去，即係有足夠嘅數據，然後去做嗰個實施嘅。咁呢個我估我哋最關心嗰個位，反而就係話，而家條例草案通過咗之後，咁政府有冇呢個承諾咧？咁樣，咁而政府即係個承諾，都係咪可以，即係其實喺嗰個條例裡面係反映得到咧？咁因為我估大家都清楚啦，即係。今屆嘅即係立法會嘅任期已經係到到十月，咁我哋自己都有信心嘅，應該係十月前係可以即係通過到條例草案嘅。咁但係十月之後已經係新一屆嘅立法會，政府亦都係即係今屆政府係到下年其實已經係完結嘅。咁到即係所謂嗰個檢討嘅時間，可能係已經係下一屆嘅政府。咁所以。我想我哋其實係有一個懷疑咧，就係
即係即使即係今屆政府或者立法會去承諾咗一啲嘢，究竟下屆政府或下屆立法會會唔會真係去執行嘅咧？咁呢度我哋其實係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即係質疑喺呢個位。咁所以點解我哋都會提出其實應該係先實施後檢討嗰樣嘢咧？因為你實施咗，你就確實你都係要執行咯。咁但係如果你唔實施嘅時候，你話即係你講到天花龍鳳都得㗎啦咁樣，咁啊半年之後就做啊，即係一年之後做啊，咁你走數點咧？咁我哋個政府好興走數㗎嘛咁樣，咁即係我哋都唔知道點樣去追佢啦咁樣。所以呢個位我覺得我哋其實係有個咁樣嘅建議啦。咁我諗檢討機制其實必須要有嘅。咁但係當然呢度就係要睇政府即係點樣可以喺一啲即係具體嘅一啲即係機制上面去將嗰、那個。即係檢討嗰個機制咧，其實可以咧，即係好具體咁樣去向市民去交代，咁然後佢亦都可以即係贊成到，即係政府係要佢哋行多程序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反而我哋要關心嘅。嗯，多謝曬。咁啊，睇睇仲有冇其他提問啦。咁如果冇嘅話咧，咁我諗我哋今日嘅討論會去到呢度啦。今日我哋都就住劏房嘅租務管制條例咧，係有唔同角度嘅探討啦。包括剛才阿生最後嘅回應就係、是、阿下年都應該有啲檢討嘅一啲機制啦，政府會唔會走數咧啊？咁、我哋咧就研究所咧喺下個星期二咧會有下一次嘅發布會。今日咧我哋再次多謝兩個平台啦，我哋就係有睇先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啦，以及咧係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啦，咁啊有幾個成員咧，我哋分別係由林寶山先生啦、金文華先生啦，同埋張慧燕小姐咧係嚟到我哋呢度咧探討今日嘅課題。咁啊，下個星期二咧就嘅課題咧就係、是、我哋嘅特首啦，同埋政府文房啦，以及係民情指數。咁啊，時間咧同樣都係兩點半，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不過我最後都補充一句啦，即係。剛才我講咗啦，社聯個建議就話將個租住權保障啦，2+2+2啦嚇。咁頭先開始我都講咗啦，2004年之前咧，我哋係有租住權保障嘅。而當時個租住權保障咧，就唔單止劏房，我所有都包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咧，租住權保障咧冇期限嘅，只要你係租客，而個業主唔係自用嘅話咧，個租住權可以不斷咁延續。咁所以而家呢個咧，只一個比較新，即係相之温和嘅一個修改，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追訴期嘅問題咧，實際上亦都事實上真係有必要嘅，因為佢都講咗啦，其實都未交個法都未交上去就已經有業主加租啦，係嘛？咁類似嘅，譬如政府加牌費嗰啲即時加煙酒税，佢都即時開始即時動，即係收咗先㗎啦，未罕見都係嘛？咁所以其實係技術上、行政上係有法例容許政府咁做。第三咧，我都係好擔心佢走數，即係。唔排除即係遲啲有數據就會做咁樣，咁嗰啲講法好 tricky 㗎，係嘛？即係一年後唔定，兩年後、四年後都唔定嘅喎，係嘛？而且而家嘅政府走數走到好似氣壯，大家知道㗎啦我係走啲數啊吹籃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政府為咗要展現個誠意啦，其實係有必要啦喺個審議過程裏面已經做啲嘢咯。我之後好多嘢就唔該曬，好多謝鐘 Sir 補充，咁我哋下個星期二再見啦，多謝各位，多謝你哋啊，多謝。